一种精神叫专注，有一种品质叫专业，有一种关系叫信赖，有一种追求叫卓越。在广袤的豫北大地上，在古老的有河河畔，有一颗矿用绞车行业的明星，犹如东方的太阳冉冉升起，犹如绚烂的彩虹光彩夺目。它就是鹤壁市星光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。鹤壁市星光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，注册资金6680万元，固定资产净值9000万元，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，拥有现代化的办公环境、先进的生产设备、几批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。奋进中的星光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自强不息、不断拼搏的精神，向人们展示了其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。历年来，公司共获得国家安检局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、河南省重合同收信用企业、产品质量合格单位、诚实守信企业、先进单位、爱心单位、2013年送温暖活动优秀企业等荣誉称号。星光人锐意进取，茁壮成长，逐渐走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产业路径，奠定了其在矿山机械制造业的独特地位。星光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自创立以来，将企业价值观与竭诚服务客户的经营理念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员工，从而塑造出一支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忠诚度的员工队伍。公司领导意识到，唯有在良好的人际交流、沟通的工作氛围中，员工才能全身心投入于工作。因此，公司努力为员工创造高质量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环境。企业以人为本，员工以厂为家，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。职工上班衣着整齐，戴安全帽，持证上岗，对工作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对技术精益求精，一丝不苟。客户的需求是无止境，因此产品的创新也是无止境的。长期以来，星光矿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始终立足于市场，挖掘市场需求，不断开发新的产品，精益求精，立志引领全国矿山机械制造市场。公司主要生产销售 JTP 矿用提升机车单双桶、JK 矿井提升机单双桶系列产品及配套产品， TY130 TY131 液压站、 TP 盘形制动器、天轮 SD 深度指示器、 ZTK JZTK P 配套电控。2007至2014年均已通过 ISO 9001 2008质量体系认证、MA KA 国家安全标志认证。
密的机加工技术，精良的加工工艺，极高的可信度，严格的质量监控，以及经由改进的持久性等，保证了新光矿用轿车的优良品质。公司产品矿用轿车主要特点：主轴材料45号钢，锻打，调制 HB162-217， 粗加工后碳伤，必须达到国家二级碳伤标准，方能投入生产。锻打主轴优点是增加材料的密实度，提高轴的强度。碳伤检测锻件不应有裂纹、夹渣、氧化层、折叠、结疤等影响强度的缺陷。主轴整体法兰，无需装配轮毂，直接与滚筒连接，较非整体主轴减少装配轮毂，增加轴的扭矩，避免了轮毂与主轴回转滚件等安全隐患。滚筒皮材料16锰，所购厂家鞍钢有限公司，合格证件齐全。滚筒制动盘材料45号钢，调制 HB162-217。星光公司生产制动盘厚度36毫米至38毫米强度增加，制动盘厚度超过行业标准，直径33毫米，避免了制动震动，延长了使用寿命，给用户增加了经济效益，受到广大用户的好评。电气控制设备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标准，4象限变频器由位于同行业前10名专业厂家深圳英威腾供给，其优点回馈制动的4象限运转，节能运行效率高，也具有动力制动、对电网无污染、可靠性能高等优点，安全标志证件齐全，所配置电器元件均由专业供应商正泰电器有限公司供给，系国家正规企业，品种齐全，质量有保证，安全标志等证件齐全，均在有效期规定的期限内在国内网点多易购买，避免易损件的垄断现象。本公司科技人员自行设计矿井提升机网络监控系统软件，该系统主要特点：一、无需设置，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能实现，带宽要求极低；二、需要时连接，即使不在线对提升机运行无影响；三、可实现对 PLC 所有输入输出点远程监控，动作一目了然，杜绝误操作；四、可以对内部参数进行远程查看及修改，避免因参数设置错误造成的无法启动，实现问题诊断与远程修正，精确了解设备问题，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；五、所有操作都会记录在系统中，可以对出现的故障及时保存，方便故障的查找，实现远程记录归档；六、可实现对 PLC 的远程程序下载及远程系统更新升级，方便客户现场的需求，可减少因诊断时间长而增加的维修时间，程序问题可及时传输刷新解决，提高售后效率，让客户更满意。服务至上，品质为先，公司坚持提供优质的售前、售中、售后服务，质检员专检，操作者自检，每个工序严格控制，主轴探伤、液压站、盘行制动器测试、整机试验台检测，不合格产品绝不出厂，充分证明质量成就品牌，诚信铸就未来。我公司质量目标为产品合格率100%。良好的信誉、高效的服务，使得星光品牌占领了市场，赢得了口碑。公司已成立完整的销售体系，在国内外已经全面覆盖销售网点。良好的售后服务保障、可靠的产品质量，是下一次销售前最好的促销，是树立企业口碑和传播企业形象的重要途径。公司的每一个用户都有一张产品保修卡。
其卓越的品质，让我们的客户无后顾之忧，构建利益同盟，实现与用户双赢。星光矿山机械，一个代表实力与信誉的品牌，一个承载着希望和责任的企业，勇于国内外客商同行真诚合作，共谋发展，共筑辉煌。